出门。打把兰博啊。先 A 一下，直接 E 小兵加 E A 他啊，上来点。这个兰博如果敢一直跟我打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螳螂就在附近。一 A 闪现 A 再 A 点盐不套了，这波应该套点盐。其实小亏了，先来个皮牌吧。他怎么带这个东西啊？他为什么会带一个魔法护盾呢？他带了个盾，我天哪！这兵线薛威是有点亏。正好那个 E 少了点伤害，要不然我 A 一下应该就死了，都不用再 A 一下。先插个眼儿，一上来点点升二 A 接 Q， 我征服者，你跟我打，跟我打，跟我打，啊 ？Q 一下 ，E A 点盐，今天咱俩就换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咱俩就换，谁也别想好了，今天啊，今天谁也别好。我让你拼，你喜欢拼是吧？咱俩就一直换，谁也别吃兵线。今天谁吃兵线，谁就是孙子啊！有些兄弟说我又亏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俺俩一直换，那他也是吃不着经验的，所以我们就不亏，知道吧？况且这波他人没了，他可能在等钱。你出来，来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打一架，你别走。出来跟我打，先 Q 一下 ，EA 再 A 再 A W A 接双 Q 平 A 再 A， 你别跑了，你别跑，你跑，你跑个屁！打人来，别跑啊，别跑，咱俩谁也别跑，你就出门就可对，出门就干，就干。你也别回家，残血你也别回家啊！你别回家，我跟你说，你回不了家。以你的性格是不可能回家的，你就别回家，对不对？你别回啊！你别回，我也不回。五分钟，谢谢梦在何处的五个飞机，还有二十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一轮能收到多少个飞机，就看我们的抑郁的心能够治愈得了多少。还有十秒钟了，最后十秒钟啊！谢谢梦在何处老板的飞机，谢谢林老师的两个飞机、三个飞机、四个飞机、五个飞机。先来个耀光，把这卖了。恭喜林老师，这波并没有抹平我们身体上的创伤，坏了，完了，嗯。给我杀兰博，过来来，奥纳夫。别走了，他那啥，他不能走，他指定得干，来干，今天他指定是走不了，我必须得给他打死，我就即使给他换了我都得把他打死，我就让这兰博咱俩一个兵别吃，这把不打五十个人头啊肯定是不行，下边他上线他还得死，我们马上升六，
先清一清，小清一波啊，馅儿有点多。不行，这不能卡了啊！留点蓝，别一会儿打着打着打没蓝了。来，别走，来 Q 一下。等骸骨镀层消失 ，EA 钻起来 ，W A 再 A 再钻闪现，平 A 再 A 再 A， 关键时刻没蓝了，看到没？差点没打死。这把出三项破败啊，跟他单带。再吃一层塔皮吧。就非得烧啊！就非得烧我。行啊，就非得烧我。三项破败，三项破败不用回家，有续航。如果出那个分离者的话，没什么续航，还得回家。我们三项第一，它是攻速快，然后打脆皮疼，对面都不是很肉，都是这种小脆皮。兰博也急了，我也急了。我急了，我破防了，谁也别想好。他这250，今天他不死个15把，我蓝林汉就改名，改成臭弟弟。漂亮兄弟，我的好兄弟奥纳夫，铁哥们儿。没事，我帮你收他。这双 buff 一拿，敢给我点赞，敢给我点大拇哥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敢给我点大拇哥的人，除了德赛，德赛都没点过。德赛在我面前都没点过大拇哥，你敢点大拇哥？你敢点？你敢点大拇哥啊？你敢点大拇哥？大拇哥？怎么的，老长长？怎么的？你敢点大拇哥？大拇哥打不过，给兰博，给我下当了。这长长咋打人这么疼呢？孤立无援有点厉害，孤立无援呐、来个水银之靴吧。下当了，给我800块下当。我说实话，这三项伤害是真有点低。就我包括我刚才 A 那螳螂，我都能感觉到。你说一个6级螳螂打我一个8级的猴，我半血我打不过他，你们觉得这可能吗？我 W 还是没有孤立无援，虽然他有大招，我没有大把。伤害是真是有点低。我先抠一下，打的他已经慌了，看着麦这兰博已经有点慌了，开始。A A 平 A A W A A A 接一个抠。这个时候就不要放大招了，越放大招我们死的越快，你知道吧？就 A 就行了。
永恩，三二一 Q R 转起来 W 那一手银威 A 接 Q， 往我这送钱，送五百是不是？还有谁？铁塔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大拇哥，嗯，还大拇哥还敢，嗯，好闪。回家了，整个破败，八七五，八百五，差25块钱，等一手。这个875能加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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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击力，能加25点呢，可能就差那25点攻击力，那个人就死不了。下去把那900跟那个600都给他收了，一共这波是1400，1500，9+61500，这波1500我要了，从上面走来。先撒一下闪现，一 Q R 先杀鱿鱼 ，W 留一手，他被我们点烟点死，然后 Q R 再赚1500块，把他下路塔给他拔了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到底在干什么？那上路杀11个还能劣势局，我操！我都没想到。那比对面还差俩头，还推我上了，这鱿鱼挺猛的，拉倒吧。不是，你也太猛了，这好虚弱鱿鱼。我想知道这小黄毛是怎么死的。你这鱿鱼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鱿鱼，嗯，这鱿鱼，我让你瞅我了吗？鱿鱼，最近我特别喜欢吃鱿鱼丝。没事，螳螂在上面，然后蓝博在上面，中路是一个永恩。把他推了，我的炮车，他要突突我了，我们走位一走啊，他指定是要突突我们。哎别，哎这回头干吧，这不干不行了，这没办法，他闪现了我们就没招了，他肯定有意义，一会儿我们是没有蓝的，这就没办法了。这把对面的阵容出一个死亡之舞可不太好，这把不太适合出死亡之舞，这把我们出蟹手啊，先把个先整个蟹手，绿甲呀，绿甲它没有攻击力。摄像头糊了，为啥呀？聚个焦，快聚焦！打不着上来，杀个鱿鱼，
哎，可以，死了。一 A W A 剩下红有没有？去把红打了。这永恩可不像话呀！我觉得应该有红，我先打他个鸡吧。哎，没红。 Q A Q 打不没，大我假头 A G A 五，Q 鱿鱼，怕我虚弱，这波先走，别着急，A Q Q E，他有金身没关系，点一下，哎，可以，卢仙活了啊，卢仙敢交易，这波就杀他，算了，我们W呢，先吃口屎，回头我们有大啊，别着急，这波能打，等个10秒。 9秒，8秒，7秒，6秒，5秒，4秒，打媳妇儿是不是？这小王八犊子，打女人！我看谁敢搁这里出来啊！是鱿鱼你，你叫鱿鱼。这是什么虚区？嗯，这是什么虚区？ 来个春哥。 虚区有点高啊，双虚空啊！你以为我会用 W？ 不的呀，刚才那里肯定有螳螂，我不可能先 W 进草，那我不死了吗？虽然我想后 W 进草，但我还是死了。但是我有这种意识，是吧？这我确实是没想到他的虚区能这么高，我寻怎么的掏我一波也就掏个我那么多血的1/3吧，可能掏不了太多的血，谁知道给我秒了？我这紧着杀呀，杀成这个样子啊！ 先把高地拔了，拔完以后走。其实也可以不走，这波1/3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在这等一下啊，看谁先出来。先出来一个杀一个。算了，他们不出来，我就打个蓝吧。哎，这蓝魔可以杀呀。 意识到了，那就算了。容易上当。哎，蓝没了，打个小龙吧呢，再打个蛤蟆。我们这种猴属于平A型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攻速快，速度快。 好 W， 先把它收了。
把龙收了，我把这双 buff 拿了，你可跑不了，你可跑不掉。小龙，小龙拿了，小龙拿了，他把大交了，那就算了。没有几个人，没有几个永恩会用大招来逃跑，他属于特例。哎，好 W！ 哎，给我甩飞了！冲冲冲冲冲，追鱿鱼！好，先把鱿鱼杀了，转起来！我有春哥，守我的死，你们可不配啊！呀，怎么这么痛啊？这孤立无援！哎，我这堂堂打人好疼，这一个掏，那把我给掏死！这螳螂打人这么疼，该怎么办？哎，要打大龙了，打大龙了，打大龙了！别回中了，别回中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打大龙了！螳螂在掏龙呢，这眼儿让你扫的，我操了，这眼儿让你扫的，你像个人了，真是。算了，没吧，这么地儿吧，来个板甲可不合适，来个死亡之舞合适，这得来个死亡之舞。其实我的一个春哥就够我的护甲了，携手防止我们被秒，死亡之舞减伤，这防止螳螂给我秒了。看看这鱿鱼能不能杀。你可小心点啊，我跟你说，那螳螂只要摸你一下，你可能就要死。把他们家野区视野给他排干净，让对面不知道我在哪儿。你这要打团战的话可不好打呀，兄弟们。对面有龙 buff， 我得走正面啊。如果这个我走侧面就不好办了。这螳螂先被我秒了，一炉血来，转起来，吃一下。我让你射我。鱿鱼有没有沙漏？鱿鱼有沙漏啊！先走一走，别急。好打不呢，先吸点血。剩个蓝博了吧，行，能不能一波试试看吧。 ACE 好像行，哎，费点劲，不行，费劲，不好拆，拆两个特差不多了，撤吧。不行了，这可抬不了了啊！兰博还差两次，没关系，他一定会死到十五次。
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把那个神话装备给换了？其实可以换，三项不许不猛，三项不行，回家把它换了吧。不厉害，三项给它换了，换分离者都比三项厉害，真的。我换个和谐战斧吧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那里头可能有人。你俩能不能打得快点？你俩打这么慢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我跟你说，这螳螂连住就死。出个咳血战斧，直接一扣 R， 闪现出 R 转起来，一 A 咳血战斧 A 接 Q， 打不溜走。那螳螂把我掏死，掏死就掏死。推上路吧，剩最后一路了，把上路推了。怎么是一波二换一呀？怎么是一波二换一呢？和血战斧 AQ 平 A， 螳螂的人呢 AQ 一转走，再转溜了。哎，好意一 A 和血战斧，春哥一千一，螳螂没死，该大龙了。该大龙了。换一件装备，破败不要了，因为已经不需要单带了。这是换个那个九头蛇，吸点血，最后再把这春哥给他换成黑切就可以了。我们有捡息地，现在捡息地比较高。那套装备吧，它比较适合小规模团战，大规模不太行。我去找着螳螂来，千万不能让他把龙抢了啊！先把这螳螂给我收了，再把这鱿鱼给我收了。鱿鱼啊，鱿鱼 ！Q A W 一 A 和血战斧 A 接，先把鱿鱼收了。你打得过我？我这是吸血 A 和血战斧 ，EA 扣死，卢仙，给我追卢仙，让他射，我顶着射，一，这死了，投降了，蓝波正好四五把啊，不多不少，再来个飞机抽奖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